In the 1960s, archaeologists discovered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human use of fire 2.43 million years ago in Shihoudu village of Shanxi. After that, Shihoudu relics have taken off the coat of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show the culture and wisdom created by ancient human beings to the whole world. Shihoudu, 地属山西芮城，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它北依中条，南眺华山，西濒黄河，阅读相望。西侯渡遗址，一处高出黄河河面170余米的古老阶地，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之一。22种哺乳动物化石，32件人工打制石器在此陆续发掘，它们的岁龄已有243万年左右。西侯渡遗址的发掘研究，经过多轮科学实验获得的243万年的测年数据，即在直立人走出非洲之前，欧亚大陆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掌握利用砾石打制石器的早期人类的存在。芮城西侯渡的考古发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黄河文明的源头价值。迄今为止，西侯渡古人类遗址已经成为目前已知的东亚地区人类最早涉足的地方。在西侯渡遗址发现的化石标本经化验确认，其中部分化石标本留有砍痕或被火烧过的痕迹。这些烧骨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了距今180万年前。180万年前的西侯渡，草木葱茏，动物繁多。从已发掘出的标本中，它们大都是剑齿象、野牛、三门马、巨河狸等早更新世灭绝的动物化石。而这些草原动物种群，给远古的西侯渡人提供了丰厚的食材。火为我们驱散了黑暗和寒冷，火还为我们带来了熟食和美味。西侯渡古人类对火的使用与掌握，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